这里是有道理的。好莱坞这几个大字，好多人来看字啊，在美国它就是人多，它本身就有几亿人，旅游的人也多，所以什么景点不管大小都不会说是很荒凉，再偏僻的景点也都是人很多的，所以它的经济要上去真的是很容易。好莱坞湖